夹在中间，不会很为难吗？嗯，很为难啊，超为难。我先以就安抚我妈的情绪为主，这样，我会叫她转个念的。其实我现在也在很纳闷当时的勇气，不过很多部分是因为当时怎么讲，引荐我，对，接洽我的人，他们给我的一些信心，对，然后我也有就是自己在钻研台语的部分，对，在这过程中呢，就会发现其实台语并没有原本想象中那么困难，然后信心就慢慢的建构了起来。现在你妈妈有没有当年感受？会劝劝她吗？就是这种情况好像时不时就会夹在中间，会很为难吗？嗯，很为难啊，超为难。先以就安抚我妈的情绪为主，这样，我会叫她转个念的。你会用小号上去跟那些网友对吗？当然不会啊，当然不会。就本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少接触新闻啊，或者社群，我连自己的 IG 都不太热衷在经营。毕竟就是你在台湾的那一部戏啊，会不会害怕就是就此被定型，万一以后变成突然变成吸收一个人？好像其实好像还好，对，我觉得还好，不太担心这个。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就是应该要能演这个，也能演这个，就是应该多方面都可以。对，是新的那个身份有加分吗？他其实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双刃剑，就他可以让我会比较多人去关注到，但同时也可能会拿去跟比较，对我老爸做比较，毕竟他是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。友情较多还有意见，但他给我的表演方法都会比较深奥，没有激烈，不是激烈，他的表演很激烈，但他跟我讲的时候是比较深奥的。我就问他，如果他说就是进入角色啊，如果是跟自己相天差地远的角色，会有点困难，当然是要先去揣摩跟做功课的。那有没有一些其他方法可以让我更加容易去带入进去呢？他跟我说有，你要记得呼吸，我说呼吸。对，他说呼吸，他说你想想看，你像一个呼吸，你就是流氓，你一个呼吸就变成好人，就类似这样。我忘了他到具体跟我讲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一个呼吸去调整，你就可以因为呼吸可以改变心跳，心跳呢就驱动全身的所有东西。那你既然改变了心跳，你改变了全身的一个状态之后，你就更容易去带入你想带入的角色。我觉得他讲给我的是这样的，对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还在体会中，还在练习中，还没有正解，还在练习呼吸，对。